我呢，确实是离开了这个歌坛20年，整整20年，但我现在回来了。我不止带着我的新专辑回来，而且我即将举办我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。这场演唱会就在7月22号，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。我希望呢，在座的你们也可以到时候去那边为我加油打气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我要唱最后一首歌。我一直不是很看到你，不是很爱你。我好希望你们可以全部站起来，好不好？